道你们喜不喜欢吃沙爹蛤肉，这是马六甲的沙爹蛤肉，蛮好吃的。它虽然颜色很像咖喱酱，可是其实它只是部位很辣的。我很喜欢吃，所以我的爸爸就做了一个 homemade 的沙爹蛤肉给我吃，很好吃的。这些都是那些料，它很好吃。这是菜，这是豆腐，然后这是小蘑菇，这些都是它在煮的。它里面那个橙色的看起来很像咖喱，其实它是沙爹蛤肉。也是很好吃的，你怕辣的话你可以只是放一点点，因为有那个面包你放一点点吃啊，你也是会觉得很好吃。